本集节目由贺众牌台湾米其林轮胎台北101赞助播出。哈哈哈哈哈哈！靠！不吉利啊！不吉利啊！怎么样？我蛮想笑一下。说好像我们赞助越来越多了，不吉利啊，好不好？来来来，这样感觉好像朝廷那那个那叫什么？皇上早上开那个叫什么？早朝。然后他说：“各位，不是，群臣全部跪下说，皇上，皇上，皇上，还好吗？”没有没有没有，刚刚只是突然间卡到一下，因为刚刚睡了一下，你知道意思吗？稍微眯了一下，然后就可能有点风寒。为什么会眯一下？告诉大家，因为实在太累了。昨天拍多久？你自己讲。昨天才也没拍多，才拍12个小时而已。真的啊、然后12个小时睡没几小时，哎、欸，又拍。昨天是一直站着、欸，没有停呢、欸，不是说有休息一下就没有休息、欸。我靠，我们简直，我还以为我是标兵哎、欸，所以我以为我是站总统府的标兵，你知道意思吗？贵姐，不得了，真的，好不好？欢迎收看《莫要四杀王》，漂亮。来来来来，大宴群臣啊，开动开动开动啊！客了客了客了，这个是雷拉特别精心设计，帮我们这个浓缩再浓缩。提炼再提炼的卤味，嗯，好不好？大家用一下。然后看到我们这边有这个海鲜，对不对？嗯。然后这个，哎，各位，这个是砂锅鱼头，砂锅鱼头，好不好？砂锅鱼头，这个砂锅鱼头的鱼头了，不是别的鱼头，一般我们都是用鲢鱼头，嗯，大头鲢了嘛，是不是？大头鲢了嘛，是。我们不是用鲢鱼头，我们是用的是什么呢？上次我跟 Kid 两个去那个海里面抓的龙胆石斑呢、啊。龙胆石斑，掌声鼓励。龙胆石斑的头，哇，而且加上哇很多的料在里面。金针花，金针菇不是叫金针花，好吧？哎、欸，它真的是、啊、不是金针花吗？金针菇啊，不是不是，这个绿绿的，这个绿绿的，哪一个？这个，这个是金针花啊？这个吗？对啊。这个真的是金针花，看来你是错怪泱泱了啊！那怎么办？那我给你安慰什么罪过？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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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不用吗？哎，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哎呦，哎，有点拉扯，这个这个呢，可以说是最新的尚方宝剑，昨天被我打到掉，好不好？木药膳，木药膳，这个呢是我们已经经过、啊、这个科技的浓缩，然后我们自己去这个测试以后。知道这个纸的磅数，然后再来做精心的这个口胸的设计。嗯，所以这个啊吓我一大跳，有没有会吓到对不对？但是一点都不痛。你看，那你们有人打我？好突然呢、啊，来打我。有没有一点都不痛？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呢，不管是我们这个居家旅游啊，或者说是要吓退盗贼啊，或者是帮派械斗啊。都可以用这个，一定要，一定不会伤，一定不会伤到任何人，一定要，一定要，好不好？但是呢，这个就不能这样，这個、就会有一点危险，有一点点痛。那这个完全不痛，完全不痛，好不好？而且打久了还有金粉，哎、欸，这个金粉我们现在还在研究，看能不能金粉不会脱落，这样子，好不好？但是这个呢，我们是几样东西啊，稍微便宜的讲、欸啊，这次卖多少钱？399、是399吗？399吗？399吗？确定吗？卖这么便宜？哎，是3990还是399？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定价，没关系啊。总而言之，这个是那个见面会会场限定的，对。所以我希望呢，立法院呢可以给我们订购20000支，因为平常立法委员这样子有没有打来打去用这个，就完全不会伤到任何人。我已经送给瓜吉了，希望瓜吉可以把它带进议会，带进议会，大家在质询的时候，在质询说，比方说这可以当做金堂木使用。来人了，本席问你啊。这个预算案为什么延宕至今？你给我重拾招来，是这样吗？这样，然后 好笑哎、欸、，OK OK 吧，是很有声势，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抢主席台的时候，站，哎，你敢落去啊？呢，这样都 OK 的，好不好？我这边有这么多的示范啊，所以这个是 OK 的，好不好？哎、欸，你们有发现一件事情吗？还有一个，哎、欸，这个呢，比方说家里的狗狗不乖。我不是狗狗啊，比方说狗狗不乖，狗狗不乖你就这样，不要打狗狗，因为打狗狗会害怕，你就这样，嗯，给它一点警示的作用，不给在那边尿尿，哎，那教小孩教小孩吗？
不然这样好了，你示范一下好了。泱泱胸前的猫咪偷尿尿了，然后你跟他说不可以偷尿尿哦，这样你有想法？泱泱胸前就把你抱一只猫，你抱着，你现在抱，没有抱，你看他那里就有猫了，这只猫偷尿尿了。哎呀，怎么又尿？扇子嘞？啊，不是应该用扇子吗？不用扇子了，这不用扇子了，用爱的教育，爱的教育，好看就傻。对呀、啊，对，你看那猫咪怎么会这样子呢？一定很可爱、啊，因为猫咪是很可爱的，它捧着它的脸，说哎，怎么尿尿了呢？尿尿了，乖，没关系，没关系吗？它没有尿尿，没有，没关系，没关系，误会。好了，反正 anyway， 这个呢，啊什么，警政署来函遭检举。我们要被逮捕了，不要乱讲。哎，好了，不要闹了啦。我跟你讲，扇子啊，跟我讲到了，可是火锅的重点没讲到。好、哦，火锅厉害了。这个是我们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火锅啊，是我们 Eric 浓缩再浓缩，开发再开发，一吊再吊，三吊四吊吊起来的龙胆石斑，好不好？用这个呢，最新进口啊，不是最新本土，绝对没有任何非洲元素的这个啊猪肉啊所做成的这个啊贡丸，好不好？我跟你讲，黄金食用、哎。看来你还不知道这一锅其中的奥秘。怎么说？这一锅里面的黄金鲳以及虎斑鱼。黄金鲳在哪里？我跟你讲，啊，这个吗？哦，这个吗？黄金鲳，哎，还没下锅。这个吧。Okay、黄金鲳，金鲳。哎，不是。我跟你讲，他说不是。不是这个吗？这不是金鲳，金鲳呢？先不要管金鲳，听我说。哦、你说，这两只鱼呢，是真的，就是当初你去拍《一日香王》的时候抓的。对啊，冰到现在，终于决定要在年货的时候，木曜年货大街进行贩卖。好，到时候观众可以上我们的网站购买这一锅好吃的天鹅鲜物。我刚刚已经喝过，非常好吃。好吃吗？来，你吃一点。我想喝汤。来，我帮你弄一点汤。好。阿公竟然非常好吃，为什么不看你往嘴里送呢？我跟你讲啊，我是讲真的，我跟你讲，我你一个小小贡丸好不好？好，我跟你讲，它是贡丸哈，你一吃啊，它比较软一点，就比方说它没有放硼砂，它没有放硼砂，就不会像人家可能以为贡丸有些太弹牙的，那可能都是有放塑胶的，对不对？那个太多了啦，我跟你讲，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好吃吧？哎、欸，小猫咪，你吃一个嘛，来，乖。他喜欢吃鱼。不用了吗？不用。我跟你讲，东西好不好吃，只要看泱泱有没有一直在吃就知道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啦。好啦，这个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哦。忘了，我们的真的木曜的好友，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向导里面的这个长，不能讲是长青树，向导里面勇士，我们周族的勇士。小杨，小杨怎么样？还有他的朋友小陈，终于归天了。小李，没有，他们这个做的这个，他自己卖的茶叶，对，爷爷泡的茶，好不好？高山乌龙茶，真正阿里山的，哎，海拔大概是在1700公尺左右，1800左右的这个山地所生产，他们家自己的茶叶，高山乌龙茶，好不好？大家支持一下，在小杨的那个。网站上还是在我们麦卡贝，在我们的网站，在我们的网站，所以过年的时候呢，也麻烦大家搞关一下，送个茶叶。我跟你说，不是过年的时候，现在就可以买了。哎、欸，他的茶做的还不错，老实讲，他揉的茶揉的很好喝。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什么购物台这样，是我觉得 Eric 他这个 idea 很好。Eric 办了一个麦卡贝年货大街，对，他希望可以卖一点小东西，然后把我们拍过的一日系列的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对。这个就是一个小农的概念，双赢，对不对？小农概念就是很多我们跟一些我们这个农业的单位啊，对，是不是？对，合作过的，比方说小杨，对不对？比方说那个香网渔业的，对，对不对？还有什么？很多啦，太多数都数不清。你做过80几个行业，对，比方说中油，中油卖点油嘛，卖点油，我们去偷点油来，你们就能对嘛？台电偷点电嘛，偷点电，自来水偷点水喽，偷点水都有。市长能卖学姐喽，都有喽，都有喽，好不好？好喽，啊，你们想得到的我们都有，好不好？好不好？然后你们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下，我们通通都啊，卖马桶会不会的？也会，会有，好不好？卖马桶也是 OK 的，我们就是帮助啦，帮助。对，啊，我们自己赚取一些合理的奈米微利，这样。对，现在的微利啊，都是奈米微利，真的是微利实在很可怜啊，真的微利，好不好？如果我们不再卖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应该快要去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稍微补贴一下，稍微补贴一下，好不好？今年，哎，我们今年尾牙已经
大概是这样，好不好？对对，好了，当然还有1月6号的我们的那个粉丝见面会啊，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所有的票一庆再庆。等等等等等等，怎么说怎么说？事情就是发生了一个等等，怎么样？原本已经庆光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人觉得我们是预录，我要证明我们没有预录。你不要理他们啦，你管他们去死。一天到晚说我们预录可以戏啊，没有，他是在开玩笑啦，他是说预录预录。你讲讲讲，我们的票不是已经庆完了吗？对，庆完了之后我们加开了150人嘛，哦，然后150人之后呢，有5000多个网友来想说要买票，真的，然后从里面抽出150个名额，5000多个抽，哦，真的不好意思。然后抽出来之后呢，目前完成汇款的有110位的样子。哎，还是90位，反正有差不多40位，还50位还没完成汇款，是，然后已经几乎要流标了。现在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重标了。那希望大家赶快去完成汇款的动作，不然我们的票就要释出了。要释出了，哦，嗯，那我们就释出了，啊。没有，再等他们一下，说希望这个礼拜可以处理完，这样。这样子吗？对啊，对啊，好不好？这个我也稍微讲一下。好了，好了，那个这样子啦，满桌的东西，我是想说让你们开个礼物，然后那个大家慢慢吃啊。哎，什么？我先走，不是，台哥你要先走了。台哥你是要先走了吗？不行啊！啊，小郭在旁边站好久是要干嘛？对啊，小郭干嘛？没有啦，开礼物。哦哦哦哦！我们的圣诞节还没过完。这是给你的是吧？没有，这感觉是给大家的，每个人都给大家的吗？那我先拿这两份了，好不好？等一下，他应该有写，哎，啊，有信，有信。我先念念，这上面是写土泱泱啊，温土温妮，还有土 Kid 哥，土台哥。好。你先看你的，好，你先看看礼物是什么，哎呦不得了，哇，他包的好用心哦，他用你喜欢，嗯，我不是，我都不想把这个纸弄坏，你懂吗？它上面有写名字，台哥，你的是这个，我是这个，对对对对对，哦，这个是佩德哥，有温妮的，嗯，台哥的好小哦，佩德哥好大哦，哎，你不要讲台哥的好小这几个字。好不好？你说台哥的好精致，可以吗？拍着拍着，用精致可以吗？好，好不好？你一下大一下小，我自己都快受不了。台哥的好迷你哦，还是奈米？好迷你。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見えないや。什么見えない？哎哎，亲爱的泱泱，哇，他写了3333。来哦。想跟你说的话很多，但不知道能写多少，希望你能慢慢看完。一直以来，我对于追逐偶像这件事都抱持着淡然的态度，虽然有喜欢的歌手，但也仅止于购买专辑的程度。所谓的青春玉女、宅男女神，甚至结衣我老婆等等，都是我觉得好看就看看就好，没有太多的感觉。直到一日市长之后，开始收看木曜，并回顾以前的影片，刚开始只是觉得你只是其他节目中常见的漂亮的女艺人，但是在收看中豪迈不做作的笑声，毫不掩饰的食物单攻，单纯的腔，巧巧的在我心里默默的加分，直到回顾营养午餐那集做的样子。乔丹什么事？你念哦，好，你有帮我加一些配乐是不是？好，那听到歌声，反正忘记是直播聊天室留言还是什么时候看到网友说泱泱是水瓶座，抱着同星座的好奇查了一下，赫然发现泱泱不但跟我同是水瓶座，还同生肖。按照星座学跟生肖学来说，突然能理解为什么在几个方面很有共鸣，我能接受别人说水瓶是外星人。杨家树，这真的是这样，是事实。好，好多啊！我来。回顾了影片中，我来了。这个信简约起来就是，我真的爱上你了，杨洋。我平常不太爱上别人的，但我真的爱上你了，然后又跟你同星座同求交往 ，love you。好，应该是这样。感谢这位粉丝，他写的很多，送给我的叉烧面软膏。你可不可以不要打断他才开到一半？对不起，对不起。好，我会回家慢慢看。好。因为时间有限，今天要做的事太多了。谢谢 Romus， 谢谢，谢谢，深情告白。真的很感谢他送我的抗发炎剂，但是我发炎的地方不是在肩膀，是在肩膀哦，在头，好不好？对，哥常常用脑过度。对对 对, 對 ，OK 了。哎，刚忘了讲一个，哎呦，这个是我的这个女徒弟啊，啊，杰林特别拿来孝敬我的，听说他开了一个新的这个饮料店，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杰林，好不好？
杰林饮料，你叫他准备好，我会再丁字库就会看到他的那个，就因为这都是关键字 ，OK， 你打杰林丁字库饮料绿色台哥。就会知道他的，就是他饮料店在什么地方。这根本不是线索，不是吗？不是线索吗？不，你那个太详细，太详细了。而且杰林空格丁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会看到别的东西，不会看到。杰林丁空格丁手中就出来了。现在不要讲丁，现在不要讲丁，丁很敏感，敏感敏感。凯亚你这几个给输几把？哎哎哎，真的哦，他的饮料真的很好喝，我刚认证过了，不错。来搞观赏，还有写给台哥的，来，温妮先念，你先念。哦，亲爱的温妮，回顾过去木曜影片当中，打哈欠跟放空已经是你的专属特色了。虽然现在你打哈欠的动作可以隐藏在其他动作之中，但有时候还是会被抓包。温妮，你是一个可爱温暖的女孩子，有时候看样样也跟我的妹妹很像，她也是天蝎座，真的不负国民妹妹的称号。我也看到你之前放在 YouTube 上改编翻唱的作品。也看到你对于唱歌跳舞的热情，虽然问你的 YouTube 没有新的翻唱改编作品，但我相信你的新歌才是更令人期待的。我知道你在其他表现上也很努力，跟阿迪那个一镜到底堪称代表作，但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因为反而会影响表现。像包青天那一次真的有点小可惜，祝耶诞以及新年快乐 ，Romas， 谢谢。哎、欸，罗马是前六的，他很感动。罗马为什么为尴尬？罗马是这样，他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怎么说？他是从他从小开始写起。你说啊，亲爱的台哥，从小就是看着您的戏长大的，无论是包青天、施工奇案的古装扮相与到位的演技，都是让人回味无穷。甚至到了闷锅之后的模仿表演，相似程度让人拍案叫绝。虽然我是一个从一日市场才知道木曜试操完的这个节目，但是我有回头再去看之前的直播影片，发现台哥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要跨足不熟悉的电玩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不是因为这个称赞太多，我自己念不好意思。那我帮你念吧。你念吧，你就是称赞他，大家会以为我这个就自肥。哎，我看不如是我念。但经费有限。你念，你就这，要不然人家说我自肥不好，对不对？阿公，谢谢，爱你。Romas 进账2017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怎么那么快？等一下，怎么了？这么多话，你就这一句。总结来说，他就是感谢时代有你陪伴着他。这句话就很感动，真的是时代有你。希望还有下一个50年。对啊，是他最后就说希望注意台哥运动伤害，我小弟一定要亲眼送台哥离开。才能他没有讲这句亲眼，没有讲亲眼离开，我的孝心，好不好？没有讲什么亲眼离开，没有吗？没有，好不好？是我没有，你们不要再放闪了。哎、欸，真的很感谢，擦老面软膏。你不要一直帮擦老面打广告、啊，对对对，送你就收下就好了。谢谢，哎、欸，我刚刚发现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怎么说？刚刚那个火锅，我以为是说我们计划要卖，其实已经开始卖了、欸。嗯，哎、欸，字卡跳一个，跳，哦，啊，真的好啊，龙胆石斑的。对啊。而且价钱很惊人呢，龙虎斑沙鲍鱼头、虱目鱼虾仁丸哦，所以那个丸是虱目鱼虾仁丸，是不是猪肉丸的？哎，也有哦，不是猪肉丸，跟猪肉一点关系都没有。虱目鱼虾仁丸、极品浓缩鱼膏汤、白虾透抽、海藻猪贡丸，这个猪绝对是本土的，对，本土本土猪蛋，绝对没有非洲来的，绝对没有非洲来的，放心。然后台湾猪龙虎斑涮锅鱼片，它这样才卖1980。便宜耶，便宜，有量，这个量大概是5个人份。他说这个是火锅煮，可他上面有卖一个大的，他写说是团购煮的5人份，是卖2925，可能这个才是5人份，上面那个可能是3人份，我猜。哦 ，OK， 对，反正没关系，你自己上网去看一下，好。对，他团购自取还有不同优惠，对对对。他吃完火锅以后，希望你可以喝一杯小杨哥的茶解腻，好吗？对，顺便再买一个那个杰林的茶也解腻。然后再没有了吧，大概就这样，没有了，买一下我们的扇子解腻，对对，然后买我们的帽T解腻，龙胆石斑 ，OK， 买我们的保温瓶装一下这个茶，好喽，解腻。哎，有人说龙虎斑不是大陆的吗？养在我们这边就是我们这边的，什么叫龙虎斑是大陆的？没有，他讲错，他说龙虎豹是香港的吗？身为一个香港人，在这边跟你说，龙虎豹是香港的，是我们香港人的年轻时的回忆。那不太适合在直播上聊这个，我们就不太适合啦。还有 Kid 哥礼物，对不对 ？Kid 哥礼物我们就留给 Kid 哥猜。我帮他猜了，你帮他猜了吗？猜了，自己人有什么？真的吗？尊重他的身份证。
还是拆了好了。拆了，拆了，拆了。还是尊重他说的。可以拆吗？好，可以，可以。K 的是已经先试，是不是？你用通灵的。哎呦，好东西耶！我靠，万金油哎，虎标万金油，要用万金油，虎标。广告太老了啦！你怎么了？小心，小心！怎么了？我的猫怎么了？没事。我笑着的。看一下，看一下。我们节目怎么可以乱成这样？不要再搞，有人递水，然后有人要摔倒，然后有人在那边哇！医疗级的防水透气膜，哎，都怕我们受伤。他知道 Kid 哥常入外景，东、欸、所以我跟你讲了，我们干脆把这些所有的医疗用品有没有？嗯，我们自己准备一个医疗箱，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欸、很好、欸，好不好？嗯，然后我们都出外景的时候带着，就怕受伤。比方说有蚊虫叮咬，蚊虫叮咬有虎标。你不要那帮虎标打广告，不要乱弄。这是打虎标广告吗？算是。顺便讲一讲虎标，那就来上我们的植入啊。有可能哦，对不对？然后我就演一个虎标的虎，跑出来，虎标，哇！还是演一个猫。加嘎。什么东西？爆加嘎爆爆爆啊！爆怎么演？龙虎爆。猫，我的猫呢？猫。龙虎爆。喵。喵。哎、欸，不能真的摸。不能摸。不能摸。那个摸。摸了就死。就不好就不行，这样会违反天条，违反动保法。来了，哎、欸，这个把它收到我们的那个你先放桌上、啊、医疗箱里面，好不好？好好 好。然后那个 OK 泵啊，什么都放在这，因为难免有些坑坑碰碰嘛，难免的。因为你常常这边左脚又骨裂，又肾结石，哎、欸，你肾结石抹个虎标上都好。请问抹哪里？抹肾？抹尿？抹尿道口？外面？哎、欸，在那化掉啊，化石啊！真的吗？万金油会抹这边？哎、欸，你说不定这边这个油啊，拿出来用泡点水这样喝下去，万金油不能喝啦，更溶掉了。原汤化原石，来来来，我们把它不要再开玩笑，这个、我们就捐给我们的医疗中心了、啊。医疗中心好，好不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那个因为像 Eric 也常常爬山呐、啊，虎标，蚊虫叮咬不怕 ，OK， 而且还拿，就这样。防水的，好了好了，不做广告了，好了不做广告了，好，好了，还有哎、欸欸，还有网友说抹到马的眼睛上，这样不要这样子，你就虐待动物哎、欸，这虐待动物不要这样，你就想想人家，我才抹到你眼睛上，人家乱，不要这样讲。Tammy 张是谁啊 ？Tammy 是谁 ？Tammy， 哎 ，Tammy 这个名字好熟哦，是你认识的人吗？我好像听过这个人。他要给大家他说哎、欸、要帮你念你练一下的这个字写太小了哦他很用心他把哦他把每一个人合照 Tammy 张哦很可爱、嗯、我念了听我说你说这罐茶叶是之前去斯里兰卡当志工时带回来的就在当时茶厂才能买到想说给你们尝尝就有一罐抱歉可以分享的喝希望会喜欢当了很久的潜水族想说写个卡片支持一下之后开始忙了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准时跟播但你们是最棒的节目也敢说出最真实的一面不得不支持的好节目可惜一月六号那周刚好有一个重要的专题不能到场亲眼一睹你们的风采但预祝活动一切顺利里面的卡片是我的一点心意字有点丑图没有P得很好完了练到最后一行才重点他是日本人他说内容就不要念了低调低调再低调日本人我念掉不是啦我说他跟日本人一样的个性低调哦，我以为他是日本人，中文写的好。我讲你轰音哦，不是，北京过呢，死过呢，不是不是，好。阿公的代表一下了，好，台阿公，您的表演是我中学时期，哎，字太小，看一下。嗨，您的表演是我中学时期课后的随餐影片，总会边吃边喷饭，掺杂各种效果。嗯，一年前意外看了《一日交警》，让我那是出意外以后才看的是吧？啊，不是意外，哎，照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有一张卡片说：“亲爱的阿公，您。”的演技一直是先父吃饭时陪伴先父的一定会有这样今天是您逝世十周年纪念我们在此缅怀你靠不要那么乱讲不要乱讲他说意外看了一日交警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深深的有了共鸣家父从小几乎嫌少在家都跟我们日夜颠倒更不用说过年了、嗯、自此我每周都会观看播出一日系列就如同草地状元用了不同方法诠释了365行的辛酸甘苦，可以透过影片另类了解、体会不同职业的工作形态。感谢您的付出，给了不同视角的体验。
最后可以拍一日快进吗？哦，不行啊。他好像希望就是可以得到大家的签名照。签名照是吧？嗯、那等一下我们就拍一张啊。好，好不好？就是签名给他。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支持我们啊。哦谢谢你们，好吧，好了好了好了 ，Thank you， 好啦，谢谢大家的终于到礼物，谢谢大家，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终于到 Happy New Year， 好敷衍，好啦、哦，终于到这一刻了，终于到这一刻了，要看这个，要看今天的一日系列，今天一日系列，今天一日系列其实也蛮好看的，而且让我没有想到说这个奇才啊，真的是隐藏在民间啊。民间，民间，民间就是有奇才。民间奇才，这个奇怎么说呢？就是你很难得、啊，你就能够在这个里面你就发觉到说，哎呦，其实他是一个演艺方面很有功底的一个人、啊。流传在民间。对，怎么会就在流传在为什么会就在民间呢？对呀、啊，他应该是对不对？没想到我这次拍这个异日系列，让我是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对，我们两个一聊起来之后。泱泱就安心的舀了一碗汤，然后喝了一口，说：“啊，因为深度的内容就是要配一碗这个什么。”我们刚刚两个人讲的那话浅度浅成这样，你说是深度的内容？来了，来了！一日饮水机工作人员，请看。Oh yeah, OK, okay.。我跟你讲，真的是厉害。先破题，这样好吗？没有什么破题不破题的问题，最主要是我真的要表扬我自己。怎么样？我这个年纪跑完21.1公里，你难道没有看这个影片吗？让我们陪着博生一起重回台哥跑完21.1公里那令人感动的一刻。这副眼镜还不错，还是要交换一下。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这副眼镜不错，我觉得你可以交换。你愿意交换？当然了、啊。等一下，这副是 Key 的，这副也是 Key 的。这副是我的，我给了他一副，好不好？是吗？对呀、啊。等一下，他给了我一副一模一样的，可是后来我回去之后，我再找不到那一副，我想说是不是这副又被他拿了？哎呀，这圆的，我给你个方的，好不好？是吗？真的啦。真的不重要。哎呦，哎呦，不错，可以。要玩多久了？其实我是要告诉大家，不只是跑步而已，我们随时随地都要补充水分。阳光、空气、水，对，你能够离开哪一个？你能离开水吗？我不能离开水。不可能离开爱情吗？我也不行。问题是你已经做到了，我没有做到，每天都恭喜我在水深火热的世界里面。真的恭喜！真的离开爱情？不要！卖过脑啊！只讲一点就好，一点。没有喝过贺仲牌的水的，请举手。你讲的真的很屌，现场没有，所以我们的水简称贺仲水 ，OK 的。什么叫笑点在哪？贺仲就是贺啊，贺仲啊，可以啦，是安尼啦。所以讲这种好酸灵，你哪无贺仲水，你不要那重啦，贺仲啦，贺仲啦。你们要讲这个，播出的时候大选已经选完很久了。我跟你讲，回去他没有选上，林北都是播林贺仲水。有没有觉得我辛苦？林刚刚那边刮贺仲水来，有看到我辛苦的地方吗？哪里的？旁边不同的大哥，好笑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笑，不好笑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笑啦。好了，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来研究一下，对，怎么做好一台好的饮水机。说不定我们今天学会了以后，我们自己可以在家自己做一台，自己在家里制造饮水机。对啊，而且你喝水的时候就会想到我。阿管阿迪家饮水输完，饮水输完，不要再哈拉了，好了啦，去报道了，报道了，好哎，一日饮水机工作人员，开始。去过的地方，等一下
看过的状况，跟着阿公提问，要不让你失望。他也没有让我失望，不会让你失望。不要，我们一起出发，放下压力，一起玩吧。不要，跟我一起长大，拿起扇子，一起打倒。让我发现每一个认真的笑脸。阳光、空气、水，这三个东西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养分。当然，当然，是不是？哎，等一下，讲，刚不是路过了？路过吗？你搞这段干嘛？而且大家讲好说，我这好多还没有讲到，我这引到还没引到正题，你引到正题。你们两个现在感觉好像陈百祥一直在一日系列讲说，请订阅百万这件事情，很烦。那觉得哎，我是不是要出道了？差不多是这样，没有，我已经宣布隐退了。但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好水？欢迎王总经理，欢迎王总经理。哇，王总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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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气的王总，你好，可以说是我都可以比你。你在加什么？就是说一位男子汉的意思，男子汉。哦，少的，是少的，是是是，好不好？这个听说王总啊，是我们一日系列的忠实粉丝。我有点不信，你问一下。请问王总，是我们的一日系列总共是几集？大概看了几集？哎呀，我大概看了80集。你那天那个鸭肉铁板烧，对，浪费人家很多时间。没有，其实我才浪费了2块鸭肉。没有，那家店有打电话给我，是吗？是。后来那些那个食材呢，我把那个鸭是做成鸭丝埋饭呐。哦，哎呀，磨鸡的，哎呀，王总每个都很接。我跟你讲，不要哈拉，后来我们请总经理把字数给你们。等一下，在发制服之前呢，我们公司呢是提供客户干净的饮水，是，所以服装仪容非常重要。那我首先要先检查一下两位，好不好？啊，检查。那么我看一下，好，请问一下您后面这一撮是什么东西？这一撮是假发，假发，等一下可以拿掉，等一下是不是可以拿掉？好不好？好，您这里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假胡子，假的胡子，对，等一下请你撕掉，好不好？但是基本上这个不符合本公司的标准。好，拿来。哇，这个东西啊，不是只有你们公司有，我们公司。这个还这样。这一段一定要播出来。对，请问一下，总经理，这谁做的？是本公司的美编做的。美编做，哎，美编相当是好。美编长是这个，基本上这个规格尺寸是跟你们差不多一样，比我们还大吧？长一点。哎呀，厉害！哎，这扇子做的很棒，很棒啊！我们是这个阴阳两色两面。哇！陈总经理，那个美编有想要来我们公司？哦，你不要想，这个美编呢，在本公司终身雇佣。终身雇佣，而且这个扇子做的好，已经终身兼。你也要不要乱讲话啊？这个东西我会，收起。那现在要发制服，发制服来，这是本公司的制服，那号码比较大一点。是是是，因为你经常这边会积分，那所以我们选的号码比较大一点。您连这个都想进去了，所以我都有在 follow。太 follow 了，谢谢。太周到了，好不好？在总经理把制服给我们之前，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是，请问把制服拿进来那位是？对，因为是我们的同事。等一下，你每一集都要想那个。没有，他是惯犯。他是惯犯。因为总经理说他每集都要想那个，他的形象不好。你也差不多了，我跟你讲，你年纪还轻，对啊，我不要对你太过苛刻了。对，因为我是有机会。你到这个50几了哈，你现在还在想，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可见的身体还可以。身体可不可以不知道，但是你的 mental 有点问题，常常唠英文，也唠日文，哎，可以，这句话听得懂吧？哎，可以，那就 problem， 哎呀 ，sure， 好不好？是，好，来。那后面要拜托你们了。好，没问题，谢谢总经理。记得，尤其你旁边不要乱捣蛋。不会捣蛋。是这样。好了，那我们就一日。等一下，你很希望
看学姐，对不对？没有，不敢。学长学姐，我对对对，我们要怎么？我们要怎么样？要等总经理这段离开以后，我们再来想办法。我觉得是有蹊跷，我觉得总经理对刚刚那位同仁保护的程度，我怀疑他有可能是内亲。不，百强，我希望你不必在此多言。总经理赶快要去办公了，我们才好处理其他的事情。您绝对有好看的，但是呢，请你着装好，通过耐操的测验，后面呢才能继续下去。这没问题了 ，OK 了。好，那这样，爸先休息，我们就靠下一段。好啊，哎呦，干什么东西？爸是爸吗？来。你叫我爸，那么我表示我就很老了，对不起。哎，好了，叫你不要拖拖时间嘛，好不好？我们赶快处理接下来的事情吧。OK， 好，一日喝众牌，饮水机服务人员 check it out。好 ，check it out， 我换好了，换上了喝众牌的字，OK， 准备开始工作了。没错，总经理说我头发怎么办？啊，就算了，算了，没关系。其实总经理他只是就是勉励我们嘛，对，希望我们服装仪容要注重。有些人就很喜欢有胡子一样。不要再搞了，地方要搬水，搬水没有这样子。刚刚总经理把衣服搬给我们，对，旁边有一位感觉上疑似应该是他的千金，这是一个比武招亲的逻辑。哇，不是你这个，这是萃取。我跟你讲啊。有一个学长会教你，来教他出来。有请张学长，吴学长啊，吴学长，吴学长你好。噔，太有梗，莫名其妙。各位，刚刚在你打他的时候，你忽略他这个中意跳进来的一个梗。我们再让他跳一次。他想了一天，想了一天。因为我刚刚向不小心碰一下，哇，他是个练家子。北极。好说好说，你可不可以讲话自然一点？你可以请问一下，真的啦，是不是曾经有参加过一些什么电视节目的演出？如果我说好说好说，会被打吗？不会，好说好说，你靠腰。他问你到底是怎样啊？是的，实不相瞒，以前我参加过。没有，你可不可以好好讲话？实不相瞒，普通讲话就好了。对，而且没有人会说，是的，实不相瞒。这个会让很多网友以为我们都塞了，对，不要塞。先放心，放心。请问一下学长，你是不是曾经参加过一些电视节目的演出？有哎，以前不懂事的时候参加过电视笑话冠军。顺哥那时候主持的那个。哎，是那时候顺哥在主持。你在里面是什么角色？我曾经去当过评审。我有碰过你吗？你没有碰到我，但是你嘴巴有讲到我这样子。我有讲到你。是。那台哥那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成绩？他从你演艺界这么久，没听过这么好听的笑话。真的假的？你还记得那个笑话吗？当然记得。好，我现在给你这个时间，你现在就给我讲这个笑话。这个笑话浴火重。重生，重见天日。来，开始来讲。从前有甲、乙、丙三个好朋友，他们身上都有些不方便的残疾。第一个甲，他是个瞎子，所以他出门的时候眼睛看不太到，怕撞到人，他都会这样子。第二个部分，他是个驼背，驼背的非常厉害，几乎都手快碰到地上这样子。这是乙吗？乙吗？这是乙，这是乙。第三个丙，他是个瘸子，走路非常不方便，所以他走路的时候脚都必须这样拖着走。对。甲乙丙三个人非常喜欢逛街，每次出门玩的时候就会被指指点点说啊，你看那个瞎子在逛街啊，你看那个瘸子出来走路，你看那个驼背好好笑。他们三个人听到这些耳语就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要如何克服这个问题呢？他们想出一个好方法，大概拍手一次就会踏耳通过。于是第一个驼背拿了一支粉笔就走出来。好，让开让开，地上画线咯。瞎子就走出来，你在画什么东西啊？画得乱七八糟。这时候丙就出来，没关系，我用脚把它擦掉啊。好，直接就走掉。直接走，不要再回来了。直接走。木曜系列今天结束。过来。好烦啊！莫名其妙。哎，等一下。你为什么给他冠军啊？我给你抽冠军。对。靠杯啊！那集给我删掉。哎。不过其实讲真的，很感谢你没有进到演艺圈，真的是，好不好？谢谢，进来我们又玩了，谢谢。好了，玩笑开完了，也认识了，就想讲一下他们现在要做什么工作。好的，学长，好，我们是来工作的，对不起。没错，首先各位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出门的水车，但是水上面还是空的，生产线有很多漂亮可爱的水，我们要把它搬上去，把它放好就对了。是，今天总经理有特别交代，要好好让你们一层叠到满。你可不可以讲一些总经理没有交代的事？对，我加薪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好妖啊！很少说一见面就把学长打成这个样子，好烦。事不宜迟，我们上。上你！好了哦，大家冷静一下，开始工作了。两位，我们进入正题，要开始搬水。这边有个踏板，我们可以放心的踏上去。每一手抓一个板，抓紧之后移过来。
哦，那依照这个方式把它摆满，摆满。OK， 对，来喽，来喽。哎，两位听我讲，像你们搬的时候，对不对？输送带会不停地把水送过来，对，整排叠满，真的算失败了。那你要有一个距离啊，要从那边过来，只要给我们时间嘛。因为这边如果这样子，对啊，过去啦。那这样子，你们搬到第六平调，我们才开输送带，好不好？来喽，预备，开始。哎，从这边，海哥好像搬得很轻松哎。哎呦，其实有点重，有点重，有点重。暂停一下，暂停一下，暂停，暂停。先暂停一下，我问一下，暂停。为什么这个水啊？要做小瓶一点。需要桶装水的客户，他因为不方便装饮水机，但是他有大量的水需求，所以我们做大一桶的水，让他可以一次满足他需要喝的水量。那这一桶是几公斤？号称二十公斤。二十公斤，是。所以我们这样等于两个拿起来就四十公斤。这一车大概要贴几桶？今天我们只要小小的叠满一百桶就可以了。小小的一百桶，是。所以这样子一个平面就是一百桶吗？七十桶而已。七十桶，所以我们要叠到第二层。是。OK 好 OK， 那后面这个就交给两位，好，把它完成喽。好，没问题，没问题。想到你们两个竟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完一百瓶，啊，超过超过。可是无论如何，今天是的，算通过了比武招亲局的关系。对，就为什么每次我们去做一些工作，对，百强永远在旁边讲一些，他都不用做，他就这样讲话。然后我去跑个二十一公里，他跑一百四十七公尺，是，哎，他就走。我先解释一下，我这不能送你到这来。哎，我解释一下，他简直就是一个废物。我解释一下，跑步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左脚的那个伤，医生说不推荐。医生，哪个医生？照片我看一下。来，谁？来，哪一家的？哪一家的？来，请看律师啊。没有 BC 啊。不要哈拉了。好，我想下一段呢，进场处理滤芯的部分。你看滤芯很重要，就是心脏，心水机最核心。心脏，我跟你讲。滤芯就决定这个水质的好坏，对，最核心的地方，核心中的核心，企业的机密，好不好？来，我们要去做饮水机，开始 check out， 好的 ，OK， 我们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饮水机的小教室，没错，我们欢迎学长学姐，欢迎欢迎，谢谢，你好你好，台哥，你好，来来来，学长请，学长请，你好，你好，谢谢，正经正经。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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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了解，当然 Irene 是最了解的。对，其实我很难得有到一个单位的时候，没有办法直视一位主管。学姐非常有礼貌，她从头到尾眼睛都直视着我。哦，你要擦擦汗。哇，我也帮你擦擦汗。没关系，学长，你先休息，没关系，学长休息就够了。所以您这样接触公司的业务，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呢？今年第十年。十年哦，您十岁就参与这个工作了，我讲话哇，花枝乱颤，好会法，我就觉得，对啊，你不知道一个事情，没有的，台哥喜欢拉高女生，是假的啦，真的，例如这两位，讲一些法国的礼仪，对对对，看看这开心的表情，再看看他们的身高差距，好了，最主要的，我们这一段是要来学习一下。到底怎么样的滤芯才是好的滤芯？哦，这个我们要先请教林学长、林老师。那这时候我们就要严肃一点了，严肃一点了，上课了，是严肃一点来看啊。这一个是我们的
PP 滤芯，它是专门在过滤我们这个杂质，所以它拦阻完以后就会很多这些泥沙、铁锈，很细的，而且可能是肉眼都看得到的，就会都在这里拦阻下来。所以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呢 ？PP 是我们的叫聚丙烯，那聚丙烯呢本身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食用材料，像我们保鲜盒很多都是属于 PP 材料，很多妈妈都知道嘛，它可以去微波，可以耐高温。其实滤芯的材料很多，你们今天会遇到的，还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活性炭，活性炭透过高温碳化以后，它本身可以吸附水中大量的这个化学物质。刚才讲的这个杂质是肉眼看得到的，活性炭就是要去吸附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比如说自来水里面的氯，给各位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吸附哦。好，因为氯它在自来水运送的过程，它主要要做抗菌跟杀菌、消毒的作用。可是我们又不喜欢喝它，所以在喝之前把它过滤掉是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不喜欢喝它？氯经过加热以后会变成三氯甲烷，它会是个致癌物。三氯甲烷，那我们这个是余氯测试仪哦，我们现在滴下去，你们会看到这个自来水变绿了，开始绿了，就代表里面有氯，表示有氯。那我们刚才这里面有活性炭嘛哦，我们把它倒下去，过滤完我们再倒出来，我们再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氯。哇，氯应该这样就可能被过滤掉了吗？活性炭这么强哦。哎，你现在想说经过这黑黑的，有人都不敢喝。对啊，其实它没有问题，其实很好，它 OK 啊。好，一样我们滴了几滴，然后晃一下，它还是白的，它就不绿了。这个自来水它没有任何的绿的化学物质，真的，这个药剂本身对它没有做出任何，真的哎，这叫余氯测试剂。我帮你再拿远一点，有没有？啊，余氯测试剂，有。就在这个时候，白哥，你们都再把手啊放进去这一个搅一搅，来搅一搅，再多一点，它会变淡，哎，为什么？绿跑你手上了。洗澡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身体也接触大量的氯。难道我们洗澡要装滤水器吗？对，甚至洗蔬果的时候啊，蔬果都会把这些氯吸到里面，我们再吃到氯。所以不止喝水，其实都要过滤过，把这些氯排除掉。哇，那洗菜洗米。那徐姐，我们还在担心说徐姐到底去哪里？对，为了溜冰。哎，他为了你的健康哎，他就突然间出现了。Oh my God！ Oh my God！哦耶！谢谢你告诉我耶。哎，我跟你讲，在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台哥号称猜学姐星座大师。我要猜，你们一人讲一个。哎，这个真的不好猜。一次就猜对的那个人呢，可以跟学姐共进晚餐。有点难猜哎，有点难，因为还没有很了解学姐。你喜不喜欢吃甜点？可以问问题的吗？一人问一个，一人问一个。你先问，你先问。你脾气老实讲，坏不坏？我自认为脾气还可以，还可以。我跟你讲，他脾气非常。射手，你已经猜了，好，不动。要问问题吗？不动。你听到的是，你家狮子座。狮子，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吗？你讲的搞得好像你知道答案。我觉得他是天平。不，我们三个手伸出来，看是吗？我的开心吗？我的开心吗？都没有对啊。四分之一的几率我们都搞错。好了，既然这样，算了。对，请学姐公布什么星座？巨蟹。巨蟹，我刚刚想说巨蟹。可能巨蟹就比较适合当朋友，跟我是以我来讲，你说以爱情上你觉得比较适合当朋友，比较适合。那你跟巨蟹你觉得呢？太合了，哎呀妈塞哟，是不是呢？太合了，说。感谢我，等下还有个机会。哎，你们这样子都不问学长是什么座，好，学长是什么星座？讨厌。好，严肃一点，好，严肃一点，来，我们把这个刚刚的这些基本的滤材都讲完了，是，那等一下就让你们去实际的操作制作个滤芯，好，我们体验一下这个部分，那也非常谢谢你们，好，来就来做一下滤芯，好，做滤芯，确定了，我们这个呢，等一下，学长在正式开始之前，台哥可以先集合，要先念一下这个，南来美男孔达雕钢泰，没有手套不用，严禁戴手套，好。眼镜戴手套，为什么眼镜戴手套？因为它会转，会转的东西。OK， 了解。我们这个制程呢，是将我们这个 PP 的滤芯跟我们中间要结合的这个盖子给旋熔结合在一起，它可以中间不透过任何的胶水。粘着剂，它采取自体旋转高温，那中间就没有第二个物质去结合它。可以来看一下。哦，烧伤了，粘住了，这样就会非常。那我们就让台哥、Peter 来。体验一下，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先放上了我们的这个 PP 滤芯，这个头朝上放上去，用吸的方式，对，然后推到底，然后按那个键，这个有点像快脑旋风的按钮，然后再放那个盖子，朝着这个十字孔放上去，这个时候我们双手要离开，同时按按钮，
因为如果只能一只手按钮，它就手会跑出去，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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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可以拿起来。设计好聪明，怎么紧？真的哎，就紧了。真的哎，好屌哦！好，那这个是把其中的一个滤芯做好嘛，对不对？对，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个步骤，把刚刚选好的这个滤芯隔壁的这一节，我们要放进我们真正的滤芯的桶子里去。对，那因为这个很紧，因为它本身要做耐压止水，要很密合，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设备仪器把这个滤芯给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就行了。这个步骤非常简单。哦，那这个简单的步骤先交给我了。我跟你讲哦，我那边就生产这个了，好，你后就拿去弄这个就好了。你就我上游，我你下游，你就出货了，就出货了。OK 啊，好，做做做做。可是学长，对不起，这个弄完以后还有一个最后我们要，对，我们会在封盖之前再放活性炭，这是我们的下一站。啊，那我知道啊。我们就这样，那成本两座那边封就好了。好啊，要不然你不是出道了吗？对啊，没有。然后人家在后面讲说，订阅我们100万哦，那就这样，就这样。你是 Kid 的上游，我是 Kid 是我的上游。对，好，可以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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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们刚刚已经把这个滤芯放进去了，是，所以我们刚才说的第二节活性炭的部分，我就是把它放进去，对，把这个上盖封装起来，是，也是透过高速全熔的方式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不用去转它，不用去转它。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先加个垫片。我跟你讲，你看好，最后你出去配货，你一直在计划一个，它下面有个六角形的要对到哦。我跟你讲，你给我看仔细，我跟你讲哦，一样，我们双手去按我们的按钮。双脚已经都废了，你继续走到这里，然后他会去做一个切削，他自己会算时间。哦，他再把周围的料切掉，磨掉了边边，就有点像是一体成型的东西。哇塞，好完美哦！完全看不到接缝。那像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说啊，我忘了装一个什么东西，打不开了，不开了，它就报废了。你要注意哦，这个报废大概多少钱？我们在外面卖啊，一般标准是800块。嗯，报废看看。OK 啦，我大概报到五个段可以，还可以对不对？第二个就不太行。其实感觉这个工作比较复杂一点。好，他是制作人，他当然要做复杂的。当然。好啦 ，OK。OK 了，开始工作，可以了。滤芯产出大作战。好不好？现在我们这整个都已经完成了。开始的时候是像这样一个小小，然后变成是这样半成品，然后变成是这样，这是柏洋做的哦。对。然后最后 water filter 包装好就是这样，其中有20个是我们做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应该把名字签上去，看谁买到。应该等一下会全检，应该裁掉一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大学姐，你看我们做20个，看这样是怎么算的？我觉得你们三太优了，所以决定录用你们。我才录到一半，你就直接录用？直接？才录到一半就生产线就可以了？因为刚好缺工。可以哦，所以我觉得在滤芯的部分是 OK 的。那想请问一下老师，等一下我们要做其他？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去组装真正的饮水机了。好，下一站去组装饮水机，我蛮期待的。好不好？开始喽。好，组装饮水机。切掉。今天的工商时间，台哥跟你报告一下啊，我们这支影片是这样，是木曜四超玩团队回味已久的海外大型录影的一个前导片，感觉是这样，气势要很强，然后由台哥领导我们团队走出去，走向国际这样的感觉，看一下 OK 吗？一定就是这样子，这样，就是一种大步迈向前方的那种感觉，对，好不好？杀出重围，大步迈前。那大哥，我们就现在先撞一个，看看感觉怎么样。OK 的，好不好？来。这个真的不行呐、啊！不是，你旁边的工作人员那个服装没有气势，好不好？你要服装要有那个 feel 嘛，你不能说我走在前面哇很酷，然后旁边都不行，服装全部给我换掉。全部人全部换掉，要租好的服装嘛。重来一遍，重来一遍。
要这个那个了。所有人都穿得跟陈雷一样，这么龟怎么弄嘛？大哥，这个是侏罗纪。我跟你讲，侏罗纪就是学陈雷的，不要弄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个场地啊太狭小，我想换一个就是宽阔，要蓝天绿地，那个走出来就是气势磅礴。换景，换景，换景片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啊？这个对我跟你讲，场地啊，就是要这种气势，真的是这样。对，然后呢，这个，可是服装，服装也很好吧，搭配到吧。服装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可是我觉得，好像我的不太对。哎，我觉得什么都 OK， 但是我的服装没有一种领袖的气质，独树一格的感觉，要有鹤立鸡群的那种 feel， 你懂意思吗？场景、领导，最后加上我们呕心沥血的 CG 合成的那个飞机，直觉到不行，所有的人看都知道我们是气势磅礴的要出国。我觉得还是差一点点什么东西，因为你有飞机这样子飞过去，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每一个人他都带着一个行李箱，拖着行李箱这样跟着飞机的那个方向那样走过去的话，我觉得会更棒。你懂我讲的意思吗？行李箱，对，每一个人都有行李箱哦。大哥，我报告一下，文出外景，然后大家都换装，然后再加上你的特殊装，我们又做了戏剧动画，我们花太多钱了，已经多了一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行李箱。不是嘛？我跟你讲，我们是在艺术创作嘛，经费的问题就跟 Eric 讲没有问题嘛，追加追加就在追加，一个电影要好就是这样子的啦。快点，每个人都要拖行李箱，就这样 ，OK。苦恼的阿良正在思考该怎么办，突然眼睛一亮。转动美好一路相伴，买四条轮胎即送限量米宝青旅箱。感谢台湾米其林轮胎，让木曜多活三天。